那师傅，那我那个我那个眉毛的尾端啊，就是我们人类眉毛尾端、嗯、特别多出几根，特别长几根，这样子在念相学上面也很、哎、好啊。好啊，老不生毫难言七十啊，长出来的长得好，眼毛的好，毫毛的话就是长寿眉啊。哦，了解，感恩师父、啊、很好的、啊、好，谢谢师父。